王俊凯加盟中餐厅第二季之后，这档关于中餐的美食节目就又多了另外一大看点。作为三刷米兰时装周的时尚界达人王俊凯来说，在为国外的食客们输出出一道又一道的美味之余，还给大家展现了拥有模特一般身材的他究竟是怎么穿衣的。如果说把餐厅围裙穿出 T 台秀感觉是王俊凯的基本素质，那么把一件简单款式的衣服穿出这么帅气的模样，就是王俊凯独特的能力了。在中餐厅的这段时间，王俊凯在衣服的选择上一直都是中规中矩的，并没有太多展现自己独特品味的地方。无论是日常的短袖还是衬衫，王俊凯总能在一些地方做出与众不同的搭配。同样是穿短袖 T 恤，把衣服的下摆叠到裤子里一点，这样看上去是不是挺好看的？再配上王俊凯帅气而又可爱的表情，简直是迷死个人。而在中餐厅的第15天，王俊凯更是用一条奇怪的牛仔裤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。腿长身材好的王俊凯穿牛仔裤总是很好看，而这条牛仔裤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裤子上的内容实在是有点别致。虽然没有破洞的时尚助攻，但是两条不一样的裤腿确实很个性。左腿是不安分的时尚青年，写满了彰显个性的英文单词，而右腿却只愿做一位安静的美男子。这么分裂的裤子